分。嘿，蒜苗宝贝，神奇宝贝啊！哎，蒜苗宝贝，你看，你知道在干嘛吗？你现在在干嘛？我24种人格，你有24种人格，所以你是个多重人格患者。没对，但是我现在不是了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怎么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出车祸。你出车祸？对，我现在只有12种人格。所以你现在只剩下12种人格。对。你只剩下12个你，对，十二个我，十二个我，十二，那我们欢迎下一个节目，十二个我。